本节目由 McDonald's 赞助播出。大家都说想要按照口味打造自己的汉堡，大家都说想要 all day breakfast， 大家都说只想放松，所以我们满足了大家的愿望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今天就来尝试。欢迎收看本期的 Music Wonderland， 我是主持人素素。最近新上映的一部由中美合拍的 3D 动画武侠喜剧电影《功夫熊猫3》备受欢迎，而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熊猫，喜欢它的配色，但是呢，我的能力有限，又养不起熊猫，因此我养了一只黑白色的可爱加菲猫。哎呦，我们立刻回到正题好了，先来看一下《功夫熊猫》的短片吧。《功夫熊猫3》接续《功夫熊猫2》的剧情，故事围绕神龙大侠坡在探寻自己身世之谜的过程中重遇生父，并发现了离散多年的同胞下落。然而就在此时，邪恶力量开始席卷中原大地，熊猫们可能再次遭遇厄难。Oh, you must take the next step on your journey from warrior to teacher. But I'm no good at it.